相信大家都有机会行楼梯，有没有想过万一以上的情景呢发生在你身上，你又会怎样保护自己呢？以下我会介绍几个防身的技术给大家参考。在中国功夫里面呢，有一种马叫做走偏马的，那我们呢在一个好像这个楼梯这样比较窄的位置呢，这个空间里面来讲呢，我们通常呢用走偏马呢去走的话呢，就相对比较灵活的。大家看看我示范，当敌人呢在前面呢对我有一个攻击的时候呢，我第一时间是往侧边，这个现在我是用左边球场的位置去转移，人家的攻击呢就由我们的前面呢走过去。好，当我们呢在一个偏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同时呢可以做到一个攻防兼备的动作，右手在保护自己的面和心口，而左手呢同时可以挡住。好，当我们成功呢偏马踏墙之后呢，我们可以接埋下两个动作的，一个就是呢开右脚的横马，用右手扫墙扫向对方的头颈的位置，然后呢转回个右的龟膝马打左手的针。好似以上的情景呢，上面要有一个人呢会攻击我，而下面都有一个人会攻击我，那我呢这个时候我可以运用我手头上的文件呢向其中一位呢例如下面的掉出去，阻止他上来呢攻击我。现在的时候呢，我会只是剩下前面那个人会对着我，无论对方出不出手都好，我第一时间其实我都会偏向了这个角位，因为这个角位的时候呢，我首先我背面不会被人攻击，第二样嘢咧，对方要攻击我的话咧，嘅范围其实系窄咗喺度嘅。第三，我嘅可以借助下面嘅背面呢个墙嘅位置咧，借墙嘅力量咧，可以向前咧出脚，啊，点样出脚或者出手，出手用到。当我哋遇到袭击嘅时候咧，我哋应该冷静去处理。但是在未遇到襲擊之前，我們其實都應該提高我們危機意識。在入任何的大廈之前，你有沒有發覺有人在跟蹤你？在等lift的時候，你有沒有發現可疑的人物？當你行樓梯之前發現有人在後面的，你覺得不安全，你可以讓對方行先的。行到樓梯的時候，你有沒有發現一些不尋常的动静呢？如果你懂功夫的话呢，遇到这种情况当然有很大的帮助。就算你不懂功夫，我们都应该提高我们的危机意识，因为这个世界上呢很多事都会发生在这里。小心危机是福。